来，2015年是7月5号上午11:05，现在植物学第三段，现在开始要录制，因为要等，因为别的东西延宕。OK，继续。是啊，这个东西是啊，是啊，植物学，因为我在第一则跟第二植物学之一之二有讲，稍微讲到一下，就植物学跟本草和牵扯在一起，本草又跟中国的那个中医的部分，中医在植草的部分是本草。那因为有一些文献互相有一些牵连，那彼此呢的就是不需要划分太明显的领域，但虽然呢这专业是非常专业了，各司其职啊，各有它很深入的一个研究阶段。OK，不管，那这是 OK，这上面有大家写到那个时候植物是 A 啊，这第一堆啊，当时分的第一堆。又叫本草，因为讲那些可能也不讲太专业的植物学，那有点硬邦邦、冷冰冰的。我讲一些文化层面的，我植物学很有趣。刚才有讲到一些那个是像女巫那个东西，女巫巫术，那个欧洲中古时期的巫术，还有民俗植物，就比如说致幻植物会使人产生幻觉，一些迷幻植物很特别，那个东西基本都是宝啊。那有些常识大概就基本上都知道一些这方面的状况。好，那 OK，那好，植物学的本草又牵涉到食物学的范围。食物是吃下去的东西。那如果说以历史眼光来看，食物就很有趣。像那个谁，Philip Armstrong，那是就这位哈，是不是？各位上面那一本《食物的历史》的阿梅斯托先生呢，那这边以英文书写的，很有趣，就讲。食物的这个人类学，哎，比如说，哎，我在台湾的话，熟悉中文出版品的读者也许知道，哎，像《红楼梦》里面，就是食品的文化，很特别，哎，在地的一些像老饕式的那个老饕型的那个那写作者，像那焦桐还很相关的人，韩良璐是不是？韩良也很相关的一些知名作家一讲的用食物切入用人类学观点切入，然后我讲人类学，但是还有点学究学究，其实一般 OK 啊，用讲在地的，比如说哎台湾用了那么多小吃，那基本上从衔接日据时代一直往后到国府来台，基本上很多大陆的一些老兵就来到台湾了，那一把就大江南北的小吃，因为一些连带到台湾来，所以就有在历史上曾经一个交汇啊。好，那第三本历史大口吃，看这很多，我还记得中央图书馆呢，我看到就是三大册大部头的是食物的那很特别，我特别因为我特别去找那个甲壳类啊，全是甲壳类当做食物在吃的，那大家所知道螃蟹、龙虾之后都不用讲了，如果讲很特别，我讲藤壶，上次我找藤壶，特别找那三大册食物那个人类学大百科，又被我找到，因为为什么？因为我找。金门还是马祖啊？那基本上有种藤壶被当做食物，那叫龟筒，是不是？叫龟筒，乌龟的龟筒，筒就是甜筒的筒啊，是冰桶的桶哈，水桶的桶。那龟族是不是？不是龟族吧？龟族还是龟？忘记哈。我就找到很相关的资料，我就比对外国的资料，再比对台湾的资料，是发现很多新的发现的。哦，香辛料的历史讲香辛料，就这个牵动那个大航海时代啊。好，经济作物首先不用讲。下面就毒物学的部分了。毒物学另外洋洋洒洒更多了。那毒物学，这个东西跟植物学牵扯在一起啊。是啊，那早期像那个那本是啊，不太一样，这样的 OK 吗？是啊，是健康出版，那是1990年、1992年买，更早期最早的一本呢是这一本，是啊，这一本是那水产植物的。防治毒物的防治，那下面的绿色本的呢是上帝的魔法，像一般是普普阶层的，因为毒物的东西，那些有毒的动物，那些小朋友也有兴趣。那个时候很早，那我还有几本很重要的，我要放到那个是大观峦二段那边办公室、工作室那边去，所以那很多东西重点都放那边，我不管。那下面呢，看 mushroom 那只菌菇学，那好像就。一些那个是图鉴呢，那些都是《本草》，还有中药。不过先不讲那个《本草》跟中药的部分呢。那其中有一本像那个《Tropical Plant》，就是热带植物学嘛，
TROPICA 那个是热带植物，很有趣，我做很多标注，那是名词的校订呢 ，OK， 相关的。那这边呢是《本草纲目》，那我特别要讲的是上面这四本书啊，《植物名实图考》，这是吴其俊，是清代的吴其俊，中国人，清朝中前中叶左右。那所以他有道图片，那他的程度呢，以现代科学眼光来界定的话，已经到科到属的阶段，那很难呢、啊。现在到科的阶段就非常难，就是界门纲目科属种的科，科再细一点就属，属再细一点种啊，种谈何容易？古代三四百年前，那林奈这个恶名法都还没出现呢，欧洲林奈的恶名法，林内和林内氏，好，这其中这两本是讲到是类似自然史的部分。那好，《本草纲目》大概也是类似自然史的部分，因为它牵扯跟人文互动嘛。那人文跟自然博物学的息息相关，那当初中国的传统是这样的，跟人发生息息相关的东西，就是跟人的历史跟活动是糅杂在一起。那到现在来讲的话，这个东西基本上已经分道扬镳，人归人的部分，人跟你研究对象的本身呢互动那是一块啊，你研究对象本身大自然的某些特别物质，它把它独立出来。或者客观的实体在存在，当做一个研究的范畴跟锁定目标，那跟人可能要抽离出来了，或者早是跟人扯宽的，那很多东西就跟是那很多东西牵扯不清。那好，基本上也是分工化的一个专业的现象。好，上面这一本是丝绸之路的医药，医认为当时做那个中西交流史，因为有些像什么苏合香的东西，或者是什么麻沸散那类似。曼陀罗很多的那些有半神话色彩的一些记载啊传说等等 ，OK， 好，这些奇怪我看到东西怎么没有在这边哈、哦，大概是这样哈、哦。但是我最后呢看这一本书啊，是什么书？这是那个《Poisoning Jug and the Jug Overdose》，是中毒与。药剂过量这本书，当时买的时候也是兴高采烈，但是很失望。那还比不上那黛玉治审定那个道义治日本的那几本的毒物的小本的那个很轻便的小零头书，哈达的书好像很学术，基本上他提到的这个东西，它就泛泛的而已，因为他每一个东西都很专业，他因为他讲那么大的范围，所以他不容易深入。是1998年台大医院是4600块钱买的，是啊，那这边又要引进这个大部头的医药学原文书，就在非常价格非常高，那能买的也不多，差不多是学生呢、啊，研究性质的大概在基本上在国内做研究，大概这个方面的管道通常都已经建立出来了。那会透过代理商进口的也不多，是啊，就所知道了，是啊，我接触的范围啊，看看最前面的部分哈、哦，那过了8分钟了，我看最前面的部分 ，OK， 第三版，我看这是什么时候的 ，OK， 我先看重点部分了，不看那个作者名字啊、哦，再看 ，OK， 看看啊、它怎么分呢、啊？最前面的话 ，OK 啊，是急救的啊、哦，是。基本药理学啊，是临床实验的，是，酸基啊，我不管那个都专业的不管啊，是出血，是啊，出血的效应啊，血液的效应 ，OK， 是，消化道的效应，中毒消化道的效应 ，OK， 还是很学究，我看那边有趣，我看稍微看一看，是啊 ，OK， 就有分类的，下面 mushroom 25是菌菇，26是有毒植物，27是有毒的海中动物。28是那个是肉毒杆菌中毒、食物中毒，29是放射性毒，啊，还是讲的非常学究，我就是用一些方式是抗组织 ，OK， 那个抗胆碱，看，看图片好比较快了，是我其实做好多波那个动物跟特别不同动物的那个毒性的那个。那普普的那上过去这一年来的一两百个专辑都讲完了，是吧？
所以很多东西上载了，我没有印象，真奇怪，但遗失了，不管，以后再重新做有系统的整理。所以想我一说，我想是菌菇类，不讲菌菇类，是吧？植物啊，这些都是最重要的一些有毒的生物啊，或者有毒的植物。那这像是就是，一般有人说听过这个孔雀叫什么红豆，红豆是哪个红？相思豆。相思豆或者是鸡母豆，很多白凤豆等等，是有或多或少有相当剧烈毒性的。那 China berry 我不知道怎么发呢，这是龙舌兰，龙舌兰的一种，都是有毒的，很有名的毒。有时候这是带粉叶，是观赏植物。这是什么？我看看，培友树 ，Oriente 是架竹桃啊，是，基本上是都是。这是铃兰啊，铃兰也有毒性的，很多很知名的那观赏植物都有毒性的。是金生物就是曼陀罗啊，大号曼陀罗。好，讲到动物的部分哈，我比较熟悉，像那个是森茂水母啊，有水母大多数多少是有毒性的，全世界最多种水母没有毒性的，就帛琉的那个内陆的湖泊里面没有毒性，其他全部都有。这蓝环章鱼不得了，是最近台湾也开始爆红起来了。是到澳洲的附近的，是，还有那太平洋地区，这个红鱼不用讲，是啊，这立方水母，又 sea web， 这是海中的湖蜂哦，30分钟不是完蛋了，嚯、哦，这像这是龙葵相关的，是哦 ，tobacco 是那个烟草 ，hemlock 是毒芹 ，yew 是就是紫杉，是吧、啊？这是架竹桃的一种。Hysteria 就是紫藤，最后看到最后一页，讲完这一页大概基本告一段落，12分钟 ，OK， 差不多了。原先要讲植物学，这是植物学第三部，这个到此告一段落，基本是送给熊大哥，熊大哥为特别为你制造的 ，Hello， 好，这是梭游，就是狮子鱼，是啊，是石头鱼啊，是颜色就是豚鱼啊。拼齿吃夫骨河豚呢，是豚鱼，豚鱼都有毒的。海蛇讲过了，好，到此告一段落，12分钟，13分钟了。